现在我们去回民街的马蜂小炒泡馍吃一点东西。陕十三剥皮核桃和有过辣子味的冰淇淋。天下第一面 First noodle under the sun。秦始皇帝陵博物馆在入馆。买了两个冰箱贴。西安人的城墙子，西安人的火车站，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。